明君将电爆钟瑶，潘慧茹自嘲像会刺人的锥形。陆明君又加入自的时代演出，图 3D 提供，20001803.15。本周自的时代将加入由陆明君饰演的全新角色，此次他饰演一位讲求效率但毫不在乎人际和谐的企业总经理，与钟瑶、潘慧茹正面交手。陆明君演出有棱有角的女强人，她笑说瞪人瞪到眼睛都要掉出来了，每次导演喊卡后都跟她说赶快去保养眼睛吧。陆明君透露，原本以为会演出与钟瑶、潘慧茹、朱智莹当好姊妹的角色，没想到发现以强势利落的演出方式最能让角色更显鲜明，便努力让机车的一面放大。陆明君认为，如果钟瑶是要求精准的方形，潘慧茹是处事圆融的圆形，那她就是会刺人的锥形。钟瑶与陆明君将同台飙戏，图 3D 提供，20001803.15。以前陆明君喜欢凡事计划妥当，坦言以前的我比较有主管型性格，什么事情都要求精准，但现在学会多停看听。婚后的他除了多了很多兴趣之外，也比较能接受突如其来的变化。当被问到是否有生小孩的打算，他说生小孩也是无法计划的，就随缘以待。